这是一碗豆腐鲫鱼汤，白白的，给人感觉很有营养。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怎么煮这种白色的鱼汤。首先是选鱼，在武汉我们只用这种鲫鱼和黄姑鱼来熬这种白色的鱼汤。这个就是黄姑鱼，所用的豆腐既不要老豆腐，也不要很嫩的那种内酯豆腐，就一般的豆腐就可以了。佐料很简单，小葱和姜片，盐和胡椒粉。用澳洲这边买的鱼，它都是给你杀好了的，这头也不知道给我搞到哪里去了。这个里面的那一层黑的膜要把它去掉，因为它很腥也不好看。总之把里面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好了。用刀背把鱼鳞去一下，在武汉我们叫这种鱼叫洗头鱼，它背上的肉长得很厚，我一般把它片成两半来煎。你也可以在背上划两道口子，或者干脆整体就这样煎。我现在就把它片成两半，鱼为什么要煎呢？主要是为了去腥和增香。之所以选鲫鱼和黄姑鱼来熬这种鱼汤，是因为这两种鱼它肉里面的脂肪含量比较多，它容易熬出这种白色的鱼汤。其实白色的鱼汤是脂肪和水的乳浊液，也就是水乳交融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用厨房纸把水吸一下，便于煎鱼。这就是为什么熬鱼汤的时候都用大火不用小火，让水翻滚，水乳交融了，鱼汤就变白了。好了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煎鱼了。先放一点油，锅烧热了，把鱼放进去，我这个锅是那个卖饭时的不粘锅，刚买回来新的，的确好用，现在就有点粘锅了。
直到能动为止。好了，可以繁衍了。煎的好像稍微有点过，不过没关系。鱼都煎好后，我们开始煮鱼汤。先用油熨一下锅，然后把油倒掉。我们先把姜备一备。如果你是一般的鱼，想煮出白汤，那么你锅里面的油就要多放一点。我是为了健康，所以少放油。好，我们把鱼放下去。我刚才提前烧了一壶开水，现在把开水倒进去。注意，水越开越好，冷水一下凝固了，怎么个水乳交融呢？那就很难煮出这种白色的鱼汤。需要大火煮20分钟，这个水量你自己把握。好，我们盖上锅盖，大火煮。利用这个间隙，我们来处理一下豆腐。切的时候，刀上面淋点水，就不容易把豆腐切破。好，煮了有10分钟了，我们现在把豆腐放进去一起煮。千煮豆腐，万煮鱼，豆腐是不怕煮的。再煮个10分钟，汤就会变得更白。餐馆里多用大鲶鱼煮这种白色的鱼汤。现在人工养殖的多，土腥味太重，自己在家里熬鱼汤一般不用那种鱼。好，我们盖上锅盖，大火继续再煮10分钟。好，第二个10分钟到了。是不是变成奶白色了？好，我们现在再来加佐料，调调味儿。盐，注意这个盐可不能给多了，给多了就无解了，再往里面加水的话就不好喝了。胡椒粉，刚才我找到了白色的胡椒粉，我们就用它。其他的佐料就不要乱加了，否则鱼汤原有的鲜味就不保了。最后我们还是尝一下它的味道。咸淡刚好，可以出锅了。最后我们再撒上一点葱花。
非常的漂亮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会。